啊，不能播歌，我的天哪，不能播歌，我看一下哦，这里放这里。Hello，Hello。有声音，有画面吗 我要开场吗？可是我已经，我先讲一下哦，我为什么一直都没更新《饥饿派画家》？首先就是，这个礼拜其实我非常忙，对啊，其实《饥饿派画家》一直停也是因为真的抽不到时间录影，我现在就是很容易马上睡着，然后睡着就要起来剪片了。剪完片就一方面也是手感没有到很好啦，因为之前饥饿派画家画一画，画到也真的卡顿，卡顿到很不爽，嘿，那大概就这样吧，应该就不要开场了吧，反正。感觉这也不是主线剧情，我只是在又在画那个番外篇了。因为今天真的想不到要做什么事情，因为想说开 SAI 来画画，但是我又想不到画什么。我想说，那不然就来更新一下好了。好了，你看这些都还在哦，我都没有动哦。哎、欸，很贱呢，我不能切窗哎。好啦，卖了卖了卖了，之前卖。噔，什么东西？哦，贵族来了。我们来，我有想过要8717，好卖了。我已经想好要画什么了啦，只是等一下我可能不能看聊天室了，因为我要切窗看一下画什么东西了。对啊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需要切窗看一下。看哦，啊，你们乖一点哦，乖哈，我要看边看图边画，因为这个是我没有画过的图。好的，来，我们开始吧。你画过了，好。哎，我其实想试试看这种画法，等一下哦。可这种画法我不知道怎么画啊，好烦呐，好烦呀。讲好了。哦，又有点卡，我的天呐，还是我今天就不要，我就不要用画画的了。你看哦，其实这是笔嘛，对不对？我画画的感觉，哎，又还好了。我的天，怎么会这样？咦，我们笔刷大一点就会出问题。哎，不行哎，真的隐约有点卡。那就算了吧。等下主菜单我就不信，等下哦。我觉得好卡哦。
画起来就是不舒服啊。等一下哦，玩到什么了？哦，等一下，NG，是不是电脑不行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没有，你画面回卡可能就是只是微卡的问题，然后我是笔画下去完全都是很不顺的，因为我上次真的没印象我是不是用这个欸，这个嘛应用我的 OBS。来，再试试看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换游戏了。我就换一下封面了。给过你机会喽，不要逼我哦。好的，我们不然切画面会卡。哎呀，哦，要视窗化啦，好酷啊！视窗化就好多了。啊，卡比兽，欢迎你。好丑哦，这要这样子画吗？我的天哪！哦，算了，不要好了，这太难，这太难为难我了，不是难为我。好啦。对，我想画画看原著，可是我就是没有画过，想说试试看。啊，如果画原著的话，那我就可以看聊天室了。好啦，聊天室，等一下哦，这个，然后缩小直播，然后，对啊，本来想说，现在鬼灭有热度嘛，看看可不可以画一下啊。啊、哪知道我真的有障碍耶，没有画过。哦，点错，气死！老了啊！我一直都觉得我很老啊，我从来没有不觉得我老过啊。欸，我还没看鬼灭，我应该这个礼拜六日会去看吧，然后顺便看看有什么好看的电影。我是知道结局的人啊，所以我不怕被剧透，我只想去体验一下哭的感觉。想去哭一下，现在应该就是鬼灭跟紫罗兰了吧？什么紫罗兰？你是说电影吗？紫罗兰那个我应该是，它是什么啊？它是也是动画的 OVA 那种吗？还是就只是个电影而已？因为我有看阿金他们有去看啊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不会太无聊啊，但是我不能播歌，你们要听歌的话，可能就自己找歌来听吧，抱歉了。不会啊，对啊，是大哥。我当时看鬼灭的时候，哎，这边是完全不会有剧透，那时候就觉得，因为那时候一看到
就是全部住的那个嘛，集合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大哥感觉好难相处哦。嘿，那再就是有点剧透环节咯，啊，如果怕剧透的请回避啊。没有，就觉得感觉住都是很难相处的那种感觉。啊，等漫画就是一直往后看的时候，就是一直眼泪掉下来，眼泪掉下来。但也觉得说，他《鬼灭之刃》我因为不是现在就很反弹嘛，有很多人说神作，有很多人就说是粪作，有的没的嘛。那其实，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故事嘛，啊，只是说你今天是站在什么立场去做一件事情，就比如说，今天住就是为了保护人类嘛，才会成为住啊。那今天鬼也是因为有些某些原因才变成鬼，然后去做一些事情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哦，怎么可以那么难过？哭啊！最不会画的眼睛来了。那其实我之前不是，我现在还有啦，就是祢豆子杯垫嘛。那时候就想出一系列的啦，啊，但是，一系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，啊，我在画什么东西？啊，我在画什么东西？就是要出至少就是四个人嘛，就是祢豆子啊、炭治郎啊，然后伊之助跟战翼啊，至少要出画这四个嘛。可是那时候就没选择画，因为太累了，我的天呐！等一下哦，继续看。来晚了，不会啦，不会玩，不会玩啊！先画眉毛好了。哇、啊！没有 Ctrl 力真的是好烦躁啊！好了，我的眉毛终于完成了。哎呀，来，我的修眉毛，修眉毛，来来来，大哥补妆，大哥补妆，大哥来眉毛，哦哦，这样子，哦对，大哥你很棒，大哥来，来眉毛眉毛啊，哦，这边补一下，哦，对哦，烦死了。是不是有延迟啊？我叫的时候你们啊，那其实这个跟那种画图软体其实有差，它没有那种抖动修正，就是你手抖就是抖了，它不会有那种防呆的东西。好，就这样的，好丑哦，大哥，我对不起你，大哥，大哥，我把你画丑，大哥。
大哥，我帮你画丑了哎，大哥，不要生气，大哥。然后这时候就想放大。然后今天，反正今天是在一还在怎么讲？7点半哎、欸，如果以后7点半没看到我 po 文，或7点40分都没看到我 po 文的话，那就是不开哦，不用再等了哦，会等不到我，好吗？我们说好喽。因为我是设闹钟是7点半的时候设一个闹钟，那个闹钟就是提醒我开台。那如果那个闹钟响了之后还没开台的话，就是开哦，这样子。扣椅吗？痴痴的等，早来你干！你昨天给我在那边玩其他游戏，不是吗？还是之前看到你上线，GGC 嘛什么的之类的，然后小鱼开启了英雄联盟，没有啊？想玩就去玩，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。我们可爱的小鱼大大想玩什么就玩什么。哎、欸，小鱼，后来是那个泰拉瑞亚又更新了那个哎、欸、一些小东西，就是。像冰的箱子可以做了啊，还有蜘蛛箱子也可以用做的了啊。就它新增了一些东西，然后有新增一个 NPC 是公主。完了，没有油漆桶，我们要慢慢帮大哥上色。这个环节就是说死吧，就只能这样子。等一下哦。这里没时间要上班。对啊，其实最近有人问我说，那你怎么不玩泰拉瑞亚？我说之前陪我玩的泰拉瑞亚的人，就是都开始有上班了啊，什么之类的啦。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跟一个朋友在聊，因为他最近也开始玩泰拉瑞亚嘛，然后就他真的很强。他就找到一些我都没有找到的方法在玩泰拉瑞亚，那只有少部分啊。后来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，说他说维基上面嘛，那个神圣之地跟血腥之地或福地嘛，他们进困难模式感染之后会呈现一个 V 字形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不是隔离好那个福地吗？隔离好之后，他怎么又到处乱长？就其实他是在那个以中心点为坐标，呈现一个 V 字形。我觉得哇，干，你好强哦！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哎。我觉得他好猛哦。我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干阿贝，你知道？你怎么没跟我说？你知道那种自私？然后小鱼，你不是有一次是帮我做一个绿色的鞋子吗？那时候我想说，这个就是在岩浆上面走的鞋子，我想说我不需要，不需要走岩浆啊。
然后才知道那个什么幽灵靴的升级版。结果我最近就是回去又做了一个，然后刚好他有幽灵靴的那个任务，不是、啊、那个鞋子的任务。然后他昨天有一次更新，把那个泰拉瑞亚的所有英文变成中文了，正式中文化了，所以不会有一些看不懂的英文了。大哥，我把你画错了，对不起，大哥。我本来今天是想开泰拉瑞亚啦，你有说过，有吗？我真的没印象你跟我讲过这个话、欸，还是我都把你讲的话当屁话，都没在听。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你也说你是新手之类的吧，所以我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是资讯比较不确定，因为只要那种讲个大概吧之类的，我就一概都是选择不去听。就觉得你都已经不确定了，还跟我讲这个的话，我就觉得，反正就是啊，讲错话不用负责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说的太多了，懂吗？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啊，我记错了啦，啊，抱歉啦，这样子。当然啦、啊，对啊，你就是有时候干话跟那些话，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列功他小啊，所以只要你讲什么话，我一律都是以干话来处理，就是你在讲干话来处理，太可爱了。我给大哥一个微笑。还是就刚刚比较好。哦，我的天呐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尽量呈现了，大哥，不要生气啊，大哥，来，不然就是看秀秀要不要再开一个世界让我进去换混啊，反正就是我只是进去当个建筑工，啊，主线什么就是你们打，我就是玩我自己。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师难度，你要么就是真的跟像阿北、小鱼那种会玩的，一起去拓大师才比较好。啊啊，连线也是问题啦，像上次那个谁，忘记是谁了，连线有够差的，然后进来就是。怪都咬他，但是咬不死他。当他离线之后，怪通通过来咬我。婷儿，不是婷儿吗？是谁啊？就要上班。对呀、啊，就是现在大家都是上班了啊，我都找不到谁可以陪我玩游戏了。啊，可能是新干爹，新干爹可能会愿意啦。啊，但是我说过我比较会怕生。啊，我也是怕说玩游戏太凶会吓到你们。懂吗？
玩过都知道我会凶干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也常喜欢被我凶之类的，我就是觉得啊，没这个必要吧，不要这么 M 啊。好吃，不卖。对啊，就是怕把新干爹吓跑，就发现干爹就说：“再骂我一点。”我说：“不要，我就是不要了，我就是不要。”好，存档。解锁成就第五章了吗？好，大哥，好吃。我动不了了。你干什么？啊，他要评分了是不是？完美，我也知道完美，没事。哎，啊，完蛋了，下一关了。不要。是否进行下一个创作嘞？啊，我大哥花这么久，你。你说他吗？我大哥花这么久，那、关掉。嗯，接受提议。大哥没了，大哥，我花这么久。这个就是我上次讲的，如果你只卖给很贵的人。你就会被关在塔上，然后帮贵族作画。大哥，我以为你可以摆在后面一阵子的啊，大哥。不是，我刚刚一直看到 NPC 在前面发呆，一直我就觉得干不对，有问题。然后结果一做完之后，就发现说我人物卡住了，我就知道我要进下一关了。好啦，今天饥饿派画家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如果想要我画谁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应该可以开始画动漫了。没啦，刚刚是做个结尾。哦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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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画了啦，气死。所以周四、周六可以约吃饭。周四、周六约吃饭哦。其实不是不行啊，因为我反正周四周六就是不知道开什么台，所以才会想要说就是休息啊，啊，所以要吃饭也是可以啊。嗯，大哥，大哥。大哥，让我玩一下游戏。我没有开过，我这个游戏没开过泰拉瑞亚。没有哦，我来 YT 之后没开过泰拉瑞亚嘞。然后游戏结局，等一下。我真的掉眼泪了。我眼泪掉下来了。我想一下哦，返回。然后。
这个就是 FB 的时候带新手的嘛，用这个。不是哭哦，只是掉眼泪而已啦。跟刚刚吼太大声了吧，把眼泪给吼出来了。我准备一下材料哦，看一下应该有吧。挖矿的然后搞，这个神木都没看过。来，我们出发。可是这个不是专家模式，这个就没有用到啦。你看他现在有名字了，飞升之阵。引进在排汗，没有啊，引进在出油。臭狗咬屁啊！哎、欸，我咬爬不起来。嗯，来啦，我要来做，我来干大事啦！等一下、喔，嗯，哎、欸，我身上没有火把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我没带建材啊，哭啊！要回去一趟了。嗯，建材，我要干大事，没有啦。我现在好绝望哦，不是就跟那一次一样啊，我辛苦画了，画完之后直接给我进下一关，我以为靠腰啊，我没事没事没事，路过就好路过就好。没事了没事了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平台。嗯，放这里。我要哭啊，这很空耶。好啦，看不懂的我来解释一下，我现在要整地，我要把会生怪的地方通通补满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这样比较好补啊？等我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没有建筑法杖啊，哭啊！等一下哦，应该有啊。还是我觉得那是垃圾，通通都丢掉啊！哦，真的，真的是我，怎么会是我？我去拿一下啊，这边有吗？哎、欸、有，控制树叶。红木，嗯，
等一下哦。哇，挫折满满，天哪！这边会有吗？不要逼我开单人哦，我会生气气哦。好像没有耶。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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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了，我要的是这个。是生命木啊，怎么生命？哦，这个这个这个。找到了，多人，海盗船的速度，哦，是哦，哦。那这个也被调低了吧？因为我记得这个没这么低啊，46。啊，超错了。确认一下哈，好，就是飞这边，然后开始盖东盖西，盖盖盖盖盖，哇，看不见哎，我又可以这样盖。我不行，我天！那请问我用这个意义何在？我也是可以隔空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拿这个冲啥？好，没事。现在都在测试，我的天哪！你在冲啥？不懂的人又说我在卖萌。哎，臭狗！这只狗挡在我面前，我打不开箱子啊！好，很识相。你笑屁！你看到这个草皮了没有？想想你曾经做过了什么，让我很崩溃，还敢笑啊？嗯，这里。那边这里，这好酷哦！怎么很酷？你说这游戏吗？这游戏很老了哦，它真的是改得很棒哦，它以前就很棒了，然后它改版更新之后变得更棒。
欸、阿伯，我们其实不用狂到岩浆了、欸，它其实后面多一个叫做什么岩浆炸弹跟蜂蜜炸弹什么的，我今天早上才在玩那个东西，它就是丢出去之后，好像会有五六个那个液体方块，我觉得还蛮屌的，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在那边捞玩那个无限水源了。我跟你讲它怎么来好不好？首先我们那个掉地狱的那个怎么讲，我们不是会在地狱钓鱼吗？啊，地狱钓鱼不是会有那个地狱的箱子，还要用那个紫色的暗影箱暗影钥匙打开，那那个暗影钥匙有机会开到那个有机会开到一个叫做潮湿炸弹，那个潮湿炸弹就是可以拿来你应该说你潮湿炸弹放身上，然后旁边这个就可以做到一个叫干炸弹的，然后你干炸弹只要接近水啊，接近岩浆，接近蜂蜜啊，就可以做出相对应的炸弹。然后你要怎么获得更多的话，你就是拿着那些炸弹去问那个炸弹商人。我今天研究到的啦，因为想说奇怪，干炸弹怎么拿到啊？维基上面也没有写啊，然后又想说他只是个说跟商人买啊，啊，可是商人确定都不卖给我啊，我就想啊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就是安尼啦。哦，然后 Steam 上面还有那个欸，那个泰阿瑞亚的模组，不是工作坊哦，是模组哦，它可以就是让泰阿瑞亚有些 boss 变强之类的。啊，那个我朋友是说那个叫做灾厄模式，我说哇，好屌哦，灾厄欸，这样子，感觉就是一款新游戏，就跟麦块的模组一样。啊，可是泰阿瑞亚在台湾的市场真的是懂的人才懂，在国外很红欸，这个只会说抄袭麦块之类的啊，没办法，早期就很多这种生存游戏齁。对啊，可是灾厄就是他角色不共通啊，你就是都是新的账号，新的角色，新的地图档这样子在玩，毕竟不共通嘛。玩灾厄模式，我就变回新手了。那么方块是丢出去全部炸都有的、啊，还是我可以全部丢岩浆方块、啊、好像也不错呢。哎，有侏儒呗，看一下怎么回去哦。
你们补的太死了，我出不去啊！天啊，这边好，然后这边会升怪，顺便补一下好。你们曾经补的太完美了，天啊！咕噜，你看，就这样子啊，不是白天哦，有了，跳成就了，跳成就了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耶、yeah~、啊，这个东西是会增加幸运值的啦，啊，之前我一直没有达到这个，我快气死了，每次来每次死，完成啦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是一个神奇的东西，会加你的运气，所以打 boss 啊，打什么东西，可以放着它，会增加幸运值。那我现在先把下面这边补一补，不然它会生在下面。哦，边我好补耶。
让我下去。好像是怪被埋了，不会啦，他们过阵子就重生了啦。不会有任何怪物受到伤害，我只是让他们变成去重生，变成其他怪物的形状。我其实想开一张地图，好好把那个就整顿嘛，地挖平啊，然后。哇，这么大，我的天哪！反正整地就是这样，比辛苦。他搞不好真的有填补方块的东西，我还没发觉，是这样子吗？找一个出来。没有啊，就是该个真的是仓库啊，就是我把所有的那个所有世界的方块，那个像镜子啊、鞋子啊那些材料需要的材料，整一整一整啊，不然你看我东找一个西找一个，我那个朋友就是，他一直跟我讲说他在整地整一整，因为他就是老手回归，然后一直跟我讲说他又遇到那个地精了、欸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强？他说我不知道、啊，他已经十几只了，然后我说哇，你现在在激我咯，然后就是在好好研究地精的生成条件有的没的，然后就研究成这样，现在看到这样，就是盖个神怪塔。就是一样，就是有压制，把会生怪的地方先压一压。就很喜欢东搞西搞，东盖盖西盖盖。盖太多了，真不需要。盖这里，哭啊，哭啊！对啊，可是就在想，到底要不要啊？如果这只是仓库的话，那只是放箱子而已啊。然后又想在那个世界好好整顿一堆自动化机器，我那时候给我那个朋友看那个阿贝那个海边小屋，他就说真的就长这样子吗？我说真的就长这样子，他就是一个被孤立的小岛，然后他就很喜欢这边，我们就帮他盖这个家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那个小岛的小屋就觉得很特别。嗯，可以播歌了，等一下我播个歌哈。显示更多，不是这个。他变私人影片了，不，我跟他哭一下。嗯。糟了，他变那首歌
片私人影片。哭啊！那首歌没得听啦，那就算了吧。不广告。就我前阵子在画，上次画《君莫笑》的那首歌，就很好听的歌，它变成私人影片。想说就不下载了，反正有歌单可以播来。殊不知，我想的太美了。然后阿贝这个地精啊，他的生成时间是早上到下午，因为有时候我发现我为什么遇不到，就是发现说好像是我的龙。穿过地形去咬它，所以我每次都遇不到它。对啊，是泰拉瑞亚。干！你竟然发现这边有快递，我的天！他说那个矮地精是侏儒会在那个地下或者是生命木嘛，他想说就生命木又有地下，这边生成率比较高，就在这边有。哭啊！日食发生，有一段时间没开这个，就我只有 FB 的时候有开这个啊，之后就没开了、啊，应该也差不多啊，就那时候啊。那应该不够了，回去拿。
卖来乱啦。哇、啊，看地图伤害又高，好用。但是用过就回不去了呢。它是什么剑啊？天女王无伤有点难，手机操作吗？哦，我也觉得女王无伤很难啊。我当时女王无伤是过不了啦，因为那时候白痴用大师在过，那时候大师女王无伤只差一点点就过了，只是我改成普通简单的时候，我反而过不了，猜不到是什么问题。太心急了。这个啊，对吧？泰拉临近，然后之后有自己再打过一次啦，是有顺利，因为。抓到他的那个啦，攻击方式啊。然后其他隔壁的是开简单模式，然后一群人拿天顶那顶天啊天顶剑去虐杀他这样子。隔壁棚是这样玩的。嗯、对耶，直接拿神装去打就好啦，干嘛还要躲刀？开虐就好啦。然后我不是烤完草莓干了吗？现在改烤那鸡肉条，哦，超好吃的耶！现在咬那个肉条，有那什么？因为当时我有吃过那个狗的那个鸡肉干那种东西，我觉得哦，狗吃的太好吃了吧？哎，这是味道很香之类的。然后现在烤了之后拿来吃，就觉得哦。好幸福哦，狗饲料怎么那么好吃啊？
然后让我想到以前拆超在超商，有人就是，买那个宝露，因为宝露不是狗吃的嘛，然后就有人说他这宝露很咸呢，不是狗吃的啊，是给人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脸疑惑的看着那个人，然后他就买的那个好像是满汉大餐嘛，啊，对对，满汉大餐，然后就配宝露哦，他是把宝露加到满汉大餐里面，然后去那个热水器这样子弄。我说干，他就说哦，这个超好吃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我就不要。我本来以为那个就是老天那边的委托有，就是赶快给的话，我今天就可以花。可是他那边还没有给，还没有确认呢、啊。好像这样就不用，然后来挖整齐。你来干什么？不要！去去去！我也笑啊，我也会笑啊。我们就不缺花园侏儒了，各位。把那个掉的，没有用。来就是，把这边布置的美美的，看一下啊，这个粘土，我冲啊！哦呦，白痴哦！你搞怪，你给我过来！你看，有加幸运有差哎。应该啦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没有啦，我自己在幻想，搞不好有差，搞不好没差。哦天 ，Kixie 啦！因为我不用啊，我直接盖过就好了吼。
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动手动脚的，我还没弄好哎。三五方块，哎呦。死了！好了，做完了。好，问题好，可以回答聊天室的东西了。你们答什么？真的有差，一口气冲过来好几十块。什么东西？这龙真方便。嗯。好，我看到了。我想吃凤梨干，为什么有人去世？是什么？这龙真方便，什么东西？然后，先刷 UFO 时把探测器打死。哎，我想一下哦。龙不会主动去打 UFO， 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。因为 UFO 它是中立生物，你不要去打它，它就不会打死。嘿，对，幸运是执行系统，就是有个幸运药水啊，跟这个东西，还有幸运瓢虫。然后我看维基上面是说。那个，你抓了瓢虫之后再放出来，你会有12分钟的幸运时间效果。然后他说黄金瓢虫是增加两倍时间。可是这样讲，这样就是放出来补回去，放出来补回去就好了。增加稀有怪掉落率不是，它是增加那个打怪掉的东西。你看，一直升。我们只要看这个就好了，增加附近稀有生物。我查维基，它是没有说有增加稀有生物的东西啦，只有增加那个掉宝率，因为很多人打这个是为了去打那个boss 的掉落物。好了，晚上了。就完工了吧，就这样子。那以后如果想要这个就下来拿就好了。那我回去拿个箱子，啊，怎么还有啦？球蛮好看的。这里，没有，因为当时很多都是大家有各种印象嘛，啊，我也都是各种测试啊，但测试常常结果都是一半一半啊，也是有打脸观众的，也是有被打脸的这样子。啊，怎么还有？哦，就是还没有不见的。嘿，我好开心啊！
白痴哦、喔！哦，这个刀会自动追踪哦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就来放这个吧。你不要碰我哦！啊，啊不是生成时间不是现在，你怎么会下来？你是不是骗我？危机是不是骗我？危机是骗我？好啦，我们来这边等吧。聊天台，一个开一个小时。其实可以关台了，呵呵呵，我把标题是想打说救救救救观看数，后来太阳路有些新时钟我都还没去摸、欸、魔把剑合成的关系没有哎、欸，没有一把剑是自动追踪的啊！我玩这么久，从来不知道自动追踪的一把剑。据说能带来好运，驱除恶灵，应该摆一个出来啊。哎，矮人矿坑，我就感觉盖这个比较适合在困难模式之前，对吧、啊？你还是去看了维基再来跟我聊吧，不然很多都是我维基已经确认查过了。就像曾经有个都市传说是，手上拿着水蜡烛也会增加。也会增加怪物生成一样，但我那个阿伯就跟我讲说，他说危机说没有，那我就想说好吧，就相信阿伯啦。没事啦，你看，你就是因为不知道讲的这些话嘛，但是你现在已经知道啦。这样也好啊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需要被嘴啊，呵呵，没有啦。嗯，怎么讲？很多时候，我像泰拉瑞亚也是我从玩很多次啊，才补到很多一些以前玩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啊。只是觉得有时候有些观众，可能真的是看人家玩，或者是当时是玩什么手机版之类的，然后讲得很肯定，然后被我打脸之后人就不见了，干嘛？当时在那个 FB 开台，就有观众脸被打到不敢出现在我面前。希望他还要来看我的台，因为我很需要他来吃广告，干嘛？好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增加刷怪率。嗯，不要像某个秀秀一样，明明就有开台。我讲说、啊，你有开台哦、喔，我真的没有收到通知啊，我不知道你有开台哎、欸，
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再等等看吧，我们继续等。像那个这次不是血月可以钓鱼吗？钓那个鹦鹉螺有机会钓那个蝙蝠法杖。那个红色蝙蝠法杖就是有人会带着这个，然后去海边放着，然后开始打。这样子，嗯，真的很屌、欸，真的不用瞄准、欸、还有每次打的时候都要瞄准，因为根本不用瞄啊，按着左键就好。秀秀嘛，就是秀秀啊。每次都说我在抹黑他，来看现在讲他的事情又没有在看台。他刚刚不是下，刚刚有出现嘛？你看现在又没有了，还是他根本就没出现？我误会了吗？白天呢？就看着就啊，附近没有哦，不有了，侏儒，然后就走过来了。嘣！秀秀没出现了，我误会是不是？好吧。看，侏儒又出现了。我现在吃巧克力，因为今天心情有点差，所以我才在想说要不要开台。其实，在7:30的时候就要一直犹豫要不要开，要不要开，要不要开。啊，可是有人，可是不开台又没有钱，没有钱会怎样？会饿死。那最近观看率掉得很差，哦，所以根本不需要这个。嗯，都挖掉就好，干嘛要？这样就好。被巧克力噎到吗？它就是巧克力中间是那个啊，是什么？榛果吧？哦，杏仁，益美杏仁巧克力。嗯，让我下来吗？没有，之前玩那个半夜录影，那是因为早上在健身嘛。那健身完之后手会没有力气画图，啊，没有力气画图就会画得很陡。然后
然后可能就是睡觉或是剪其他影片，剪完之后就剩下半夜的时间可以录影。欸，后来我发现根本这样想想，我根本不用这样盖，这样盖是因为要收集大量的才需要这样盖。我其实只要旁边填起来之后，在这几个背景后面敲掉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那只要晒到阳光就好了，那我只要把这边敲掉就好了。你是不是听到有人说我在讲你坏话，你就出现了？我的天哪！秀秀，你看，矮人矿坑，欸，其实我在想，这是不是屁股啊？这是矮人的屁股啊？你们觉得是吗？是吗？这是新的吗？这个是之前改版就有的啊，只是你可能你的召唤物把它杀了。YT 挂台会有观看数吗？有个直播平台会。YT 就是你来看广告就会了。没有。YT 就是很自由，今天就是你如果观看数多，那自然就是业绩好啊，它很自由啊，只是它但是没有底薪，就是没有业绩压力，就是只是你要自己打拼这样子。你被说了什么？哦，你有开台哦，我不知道哎，我真的没有看到啊，什么之类的啊。然后后来，我这个也是之后才发现有这个龙岩钓鱼巨带的，就之前我们不是有这个吗？我们不是有这个再加钓鱼背带的话，可以合成这个，就是也可以直接在岩浆里面钓鱼了，就不用两个包包。然后有多这个。啊，就多很多啊，可以自己去看。那我最现在想回去玩，就是又有一些，像我今天才发现，就是像这个东西嘛，这个就是丢出来会有岩浆，所以你不用去补岩浆了。就好比说这样子，你看岩浆就这样长得出来，你就可以不用去补岩浆了，不用一个一个倒了。然后蜂蜜也是，然后我要把这补回来，气死！它太高不能补，等一下，这边很危险，这边很危险。我想一下哦。我这只角色没有啊。对啊，不然我们那时候倒蜂蜜倒到快死掉不是吗？然后他要的条件就是你一开始会有那个嘛，会先拿到潮湿的，但是你看你潮湿如果放身上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做干炸弹。那干炸弹就是跟做那个蜡烛一样，你就是靠近那个方块就可以做那个相对应的炸弹，然后你只要身上带着那个相对应的炸弹去跟 NPC 讲话，他就会卖你。
该也要回来再玩一下，因为我那只角色没有，本尊这只角色没有吸眼浆用的。这是什么游戏？泰拉瑞亚什么游戏 ？Terraria。不行，有出大绝招，看一下，有，那个水炸弹的来源就是多人模式，好，现在去做给你们看。没有，我现在是先把这个存进去，上有一个空的。好麻烦哦，等一下啊，不开了，不开就开这个了。就是你在岩浆上钓鱼，白痴。要拿钓竿呢、啊？然后在岩浆上钓鱼，有机会钓到那个岩浆的箱子。那你再拿这个钥匙，暗影钥匙去打开，打开就好了，就有机会拿到。怎么不会哦？白痴哦！解除成就，就这个，这个夹子吗？哦，然后有这个啊。这个就是要用这个开，那就有机会开到那个湿透的那个东西。我原本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，是那个小鱼，他们就来钓鱼。然后钓一钓，就是在地狱发现有这个，我就去拼命抓那个地狱的昆虫，给它钓。你要嘛有那个，有这个，这个就可以不用那个地狱的虫。那再来就是，要嘛就是有那个熔岩钓竿。我没说钓鱼不好玩啊，我是说就只有就是因为你发现这个东西，我才去帮你用。
我记得好像之前可以用这个炸弹来解锁箱子，解锁什么箱子？哦，你是说把它强制打开哦？有吗？好，晚安哦，要睡的晚安。哦，干，你怎么没有播广告？哎呀！下午，我不会生了，因为有事件吗？好啦，之后有空就一直挂下面。好，对，增加幸运值。好啦，应该就这样啦，没有什么好弄的了，除非开支新的角色，重新生存。好像就没有了，想不到了。《中夜开锁大法》，哇，我好像是 1.2 才开始玩，还是 1.3 啊？我其实早期泰阿瑞亚没有玩，没有再玩。我那时候玩的时候就已经有月王了，所以那时候应该是 1.3 吧，还是1.2 啊？因为月王再来的更新是更新那个、啊、酒店老板嘛，旅馆老板。东西要穿新角色的话，劳工随时待命。你们就可能只是玩一阵、玩一下子而已，没有想要持续玩下去。因为有跟一个人约，有跟那个我那个朋友约好啊，说玩的话是跟他一起玩。因为他就是新手回归嘛，啊，顺便就是有时候回归又可以学到一些新东西，因为他可能会有问到问题。然后我懂就回答他啊，不懂就是危机嘛。然后只要问到不懂的，就会学到新东西啊。月总是12哦，不懂就装死，不可能啊！怎么可能装得了死嘞？哎，我觉得史莱姆与下史莱姆的几率也变太低了吧，都不会出。真的，那就打完史莱姆完，我们就关台啦。伸懒腰，伸懒腰。你看这什么烂史莱姆语啊，都不吓得。你抓到。好啦，那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今晚的陪伴，今晚的收看啦。啊，我们明天巧克团见啦，各位晚安啦，拜拜。啵啵啵。